不吃肥的。这些就是挑好的蘑菇。蚂蚁，这样脆脆，都挑出来了。这个能吃，它就在这边吃，不能吃。抽两遍就行哈。嗯，挺好的，这菜。嗯，漂白的脆。好宝宝。这是啥呀？你就倒哪了？剪瞳孔的，剪这样黑的啊！我不是厉害。不巧，它是有汤的，汤是有盛出来的汤，盛出来汤的。嗯，都放着汤呗，还这些汤还能喝点呢。行好。血肠那个一开锅，放顶上就行吧。嗯，酸菜好了再放，一热乎就行。稍微煮煮。这我这没寻思呢，这是又凑上一道好菜呢。你看它一扎，呼呼冒。对。嗯，它有点稀，它煮的轻。煮的轻。再煮一会儿。这个整挺好，做的挺好的。咋了？炸蒜。干啥？炸蒜，炸蒜。嗯。别炸蒜了。男孩，男孩去尝。嗯。男孩尝蒜。嗯。哎呦，你这么厉害。嗯嗯。嗯。你说，你说成。成。大碗。大碗。手咋样呢？等一下啊！大，站住！不转这转了。早点出来了吧？咋的？累了。呀？你好好瞅瞅。嗯，等奶奶。怎么的了？没有了，有没有了，不用，就这个，就这个就行了。嗯，你倒不挑一点，跟咱自己家灌的时候没说是皮蛋，自己家那啥，它搁浆了呢这里头。啊，哎，材料指定搁全，我一扎我看它油挺大的，还行，挺好吃，味儿挺多，味儿行。那咱二人又干什么了哈？大姐。嗯，不早。